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介绍的疗剂叫做金汞，英文 calomel， 咁学名咧就 mercurius doses。好啦，呢个嘅疗剂咧，关键嘅症状咧就系苍白吓，好似一个死尸咁样样，苍白噶，灰白咁样样。咁个整体咧就系一种泡泡嘅，肿肿嘅，嘅样，营养不良嘅。咁嗰啲膜咧都系苍白嘅颜色，咁处理嗰个耳仔黏膜性嘅发炎，尤其是耳咽管嘅黏膜炎，同埋嗰个导致嗰、那个听觉失聪。咁我有一种叫做耳胶啊 glue ear， 或者系因为游水嘅人导致耳仔发感染。就是耳仔出现这些我们叫做耳胶胶耳下。咁记住呢，汞呢是那个表状呢是青白的。咁有一时候呢你耳仔发炎啦，咁可能呢会红肿下，咁但这个呢是应该是要青白的。咁这个是最常用的应用的地方啦。咁其他呢就是包括吐泻，包括吐泻得来呢是肛门呢好冤痛的。吐泻加埋个 anus 啊，嗰个肛门咧，好损痛，好 sore 嗰种感觉。前列腺炎啦，咁同埋嗰种腹膜发炎啊 ，peritonitis 腹膜发炎，脑膜炎 meningitis， 同埋咧系腹膜炎 pleurisy 啊，呢种咁样嘅炎症。咁最主要咧就系个人咧就系泡泡肿肿吓，摸落去咧系总之系。好泡㗎，虽然都即又肿又泡啦，呢种咁嘅感觉。咁喺咩情况都要用得着呢，就係、是、有啲人喺我哋叫做肝热，因肝嘅发热，尤其是可能係因为嗰、那个嗰、那个腹膜炎 peritonitis， 同埋呢嗰个脑膜炎。好啦，咁好多啲瘦仔即係
傾向呢類嘅病嘅細蚊仔叫雷力嚇，雷力 scrofula 其實即係一種即係肺痨型嘅細蚊仔嚇，咁啊好容易咧出現呢啲周期性嘅啊肝啊嗰個肝啊發作啊，個人會青青咁樣。當然啦，嗰個頸部啦，有啲扁桃腺啊、喉骨啊、腺體咧，亦都會腫脹。OK， 咁呢個就金汞 calomel mercurial doses 嘅應用嘅地方。咁我嘅經驗咧，主要都係用喺嗰個耳仔嗰方面嘅嘅黏膜炎。咁當然我哋一般咧，我哋會用諗到另外一個療劑就 calimur 啦，係氯化鈉喺呢個纖維炎或者個療劑。通常我都用喺一個耳仔，即係好似耳仔塞塞啊，好似耳積咗水啊，咁我會諗到呢一另外一隻就 calimur， 亦都比較常用嘅。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